有一只土台东关山含个海胆夹嘅一素菜，投资爱去钳削、内皮同加工厂。虽然讲厂商今日完成硬体建设咧，不过现在忙得到菜体居民同意，就去年秋天新嘅设置项目实施各类设置条例规定，无办法拿到使用执照。推动因免费就头前两礼拜天气飞嘅下。修法改造厂商都拿到建造以前，本基金取得建造的业者做得合法，取得使用执照。故所有价十八几名，就去台东县政府提前申请抗议，还过来送交反对联署书，要求县政府强停合法营业许可。今日嘅群山烟雾入，六日虽逢春，老海段艰难春眠，但系布条啲台东县政府门口前前抗议，用业者啲群山海段急涨嘅蔬菜，去起自己事业对皮草。福建嘅居民生活造成当地嘅空气流酸盐污染，两年来居民无停嘅前前抗议，本台项目三十关于支持条例第八条规定，新设置自己事业资源化设施，业者应该取得蔬菜啲居民嘅同意，县政府则做立法使用执照。不过两礼拜前，台东县议会十八届通过修改作取得建造前得到居民的同意。凡是药厂持有非因为做厂海为逐渐得到建造的，做几是药厂解决问题，做带点两千人的居民联署名单，到县政府抗议，要求县政府留农业部按严格审核。同时，最后特别案例，我取得居民共识前，做唔得法营业许可。到你们家去做，你们要不要？不要。到你们每天都住在那边，你们要不要？不要。强烈的要求。台东县政府必须比照冠威堆肥厂当时的标准一致，要求厂商在取得在地村里面村里民共识之前，不准申请营运许可。村民接受澄清的台东县政府代表则强调，不准听民众的意见，因此才讲可以依法来申请，不持续留当地居民沟通。诚心的，我只有在普查有接受大家的这个澄清书。图里面就是要把大家的意见转达给中央。我们会把我们现场，做得最完善，然后影响的部分做到最小。同县政府也强调，相关的厂事都要依法来判定。我只有申请转达民众意见，本农业部，还可以要求业者持续留民众沟通。下个新闻前面，同不同？